据相关人员表示，演员李易庚、郑仁先目前已交往一年时间，两人于去年通过熟人介绍认识，彼此产生好感后发展为恋人，随后两人一同出演电视剧《加油吧危机机》，因担忧两人的关系会给电视剧造成影响，并未告知任何人。在电视剧拍摄期间，两人只集中于电视剧及角色当中，甚至都没有约会，所以除了最亲近的几个人，大家都不知道两人的恋爱事实。对此粉丝纷纷评论表示，一口气拆了我两对 CP， 有想过各自搭档的反应吗？要是一直都不知道，到现在拍完了，估计吓得冷汗，这让我还怎么开心看剧了？虽然是要祝福的，但是会出戏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